摆放错误，家中氛围乌云笼罩。他的神明呢，居然是安在家里的后段。那我们讲后段呢属阴，前段属阳，所以我们一般神明一定要在前段，才代表可以交这个阳气嘛。是。如果当阳气接不到的时候呢，神明的神威没办法发挥，这样的情况下会让你呢家里的人呢个性啊，或是人丁啊比较不安，会不合。老旧房屋常有格局上的煞气，但若是租来的房子又无法大兴土木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有没有发现他厕所的玄机吗？这两个门呐、啊，厕所对房间的回风上呢，对，代表人丁不安，而且呢会比较容易生病。所以这个呢部分的话，我会建议就是说把这个门呢把它封起来。如果你的房子是租的，不能封的话，我们在房间的这一面墙呢直接用。全家经济全靠儿子一人支撑，搬来至今却收入全无，生活面临困境，老母亲为此感到忧烦，究竟该如何是好呢？笑啦笑啦，妈妈笑，啊，哎呦笑啦笑啦，啊，不知道这下是变怎啊？哇！长王姐，长王姐，你想怎？你这抱一个 baby， 你这给他吸手指，这哎得几寸啊？我贫血啊，血流太多。你不会是在演那个经典桥段吧？卵什么？无卵头家？不是，再一次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卵是什么？遇那个越南？不是，也不是阮经天啊，是阮玲玉。对。你有看这部电影？哇，好感人的一幕！张曼玉得柏林影后就这一部耶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画面，那一幕让我觉得好感动哦！怎么可以这么的伟大？妈妈真的太伟大了，宁可自己就是血这样子流满地，也不愿意小孩饿到。怎么可能让小孩饿到？不行，乖，别再哭，来，乖，秀秀，你的 baby 都吸到大小眼了，你这也蛮邪哦。太自由啊！你现在来画糖画，我来啊！刘三立即 gay 啦！哎，那恭喜恭喜！我在磨练我的演技，对，我是要往这个国际影展来迈进。是啊，我是国际天后啊！真的，你什么时候变国际天后？我有上过那个美国 CNN 啊，跟韩国的综艺节目啊。我是迈向国际的，所以我要开始训练我的演技，让它更生动，而且更自然。有，刚刚那一整部大家都已经看到你的非常炉火纯青的演技了，是吗？一点都不浮夸，是吗？你讲的很有诚意哦，非常贴近是明星，干嘛赚演技？哎呀，不要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呦，风水好，是你，哎呦。你怎么这样子啊？好好，你干嘛拿铁锤来啊？没错啊，风水怎么可以演呢？是，对不对？我们又不是风水世家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在帮委托人呢拯救这个风水啊。可是我们今天委托人呢，其实他有个毛病，其实他略懂风水，可是他有点光说不练，而且就没有做，就其实就是一个伟大的妈妈，对对。那可是担心自己的小孩，担心自己的孙子，然后都几乎快要断炊断粮。没错啊，现在这个社会还有断炊。断粮，真的啊？有吗？因为全家人就靠他儿子一个在赚钱，他也很心疼儿子这么辛苦，是。所以你知道，明明有应该有懂一点风水的，却不去做，哇，然后就每况愈下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日子根本就是过不下去的呢。没错，今天就是来破坏他的风水，要先破坏呢，他才有办法建设。没错，老师，你刚刚是在重建，跟人家发生纠纷吗？没错，不然为什么拿一个榔头？对，就要敲醒他了。哎呦，对，但是不是真的敲。就是说，把他们家坏风水把它破坏掉，然后才可以建立好的风水，是让他立即可以改进。所以今天只要看到哪里实在是不符合我们风水的规则，就是给他敲下去。对，把他敲下去。真的要？我觉得我们先来这么硬吗？但是我没有要赔哦，没有要赔。其实是真的这样，就是好意的，对对，要不然他们就是都每天啊，是啊，那还是不改，没错，明知故犯。啊，有的小熊会 kick， 而且搞都要断炊了，对，赶快救他。赶快来帮他！好，今天的委托人刘女士，年纪轻轻变作阿嬷，本来应该是快乐的三代同堂，但实际是儿子事业不顺，全家生活面临多次断粮危机。如今全家三代仰赖儿子赚钱，但自从搬进这里后，儿子长达一年接不到工作可以做，
家中开销只能靠孙子们帮忙打工贴补，勉强过日子。究竟什么样的风水格局让人事业毫无发展呢？对，我们来了。给我十岁，你吓傻了，真的吗？童年啊，我来开玩笑，讲你啦，哦，阿廖真的叫妈妈，所以是刘妈妈对啦，我就是有生囝，对啊，我给我囝长辈，哎呦，你家在笑，你笑脸嘛，我们家早孙都二十一岁，现在生是几个啊？会耶，我单差生爷俩，哦，男女都没有做他，哦，所以，哦，阿廖。啊！我想啊，我四无早起靠路头，拢无骨生。哎呦，免啦！那我用听的，这女生不都一样吗？我讲个是，年纪也不要紧啦。俺公家做友好，对啊，性别上吧。这是最大的福报了。啊？有没有听到后面？我讲做友好，性别就卖。但是做友好，怎么样？你想想，有时候压力嘛。错路人来做。做康亏，当下压力做做啥？房子改修啊，修缮哦，房子改装的，装潢、装潢啦，哦，电脑啦，油漆啦，拢包办了呢。哎呀哟，现在生意好不好？无好啦，哦，搬来这，我十二，去年十二月搬来，搬来过年过拢无康亏。哈？吼，啊无康亏，那个几个月接一次做，做煞阁无康亏，到今嘛再阁接一次安尼。啊，这一个 case 是写当赚偌济啊？是啊。啊，阮囝伊，咱讲真，伊做诶哦，介绍袂共工作惯诶，哇赞！伊拢有伫外边人客，伊讲别啊，平平啊，都伊拢袂，反正袂足惯啦。主要有工课通做吼，算较少人，一直介绍互我较要紧。是吼，是啊，你讲啊就对，安尼一个报一个吼，安尼量啊。啊，起码他都没有做到出比较白，我有我一个朋友，我到你家介绍在，哎，拄啊。开讲，伊讲因兜地砖歹呀，我讲阿公家咧做，会晓做，伊就阿公家做，但系迄个隔壁邻居的人而已。哦，就附近的案子，伊又上网路啦，因为梦想家都是伊用。想做迄附近的案子，拢接袂到啦，那安尼。其实有时候价钱合理啊，但是风水不合理啊。哦。为什么？你看他这外环境哦，我们男生呢事业运要看外明堂嘛。对。那外明堂的话，你可以再往后面这样看出去呢，外面看出去，发现了他们家对面呢，并没有把它盖起来。整个社区呢，只有他们对面这一户没有盖起来，是凹下去的，对，会形成一个凹风煞，代表什么呢？这个气流呢过来之后会往那边吸进去了，所以财源呢不会进他家里面。啊，对面又不关我们的事，是啊，那也是圣诞卡衰呢，所以你的机会呢全部都被外面接走了。那我们可以在外面呢挂一排的天马旗，把它象征的化煞又祈福。天马旗挂着，然后增加你的那个运势，就对，好运越进来。增加那个气场。嗯，对呀。啊，妈妈，你想那提一个这个拐杖哈？因为你想要想要做啥？我都要把它弄断去啦，断三节，这个大腿，这个骨断三节。断三节？你是家里老刁？没有，我以前住那边，啊，我家附近有条夜市，都把从这安尼，一条马路摆夜市，啊，我都要去。去夜市看要买物件，我出来吃。我起来看了，刚弄的呢，他比我更严重，但是。粉碎性骨折啊！哦，他没看到你是不是？你是穿乌噜噜的？无啊，伊行足凶的，骑太快了，来不及了。对啊，我还没时阵已经弄掉了。十次车祸九次快，都是顶，所以来不及反应。而且我觉得呢，有时候呢，财多身弱，表示说你赚了钱你会生病嘛。但是如果说你财少又身弱了，就赚不到钱又生病。哎，真的是，真的很辛苦。工作都无看过，真假嘞？哦，有时候你风水真是爱改。而且妈妈，你还有个问题啊。除了外环境有个凹风煞之外呢，这个内环境呢，就马上可以看得出来你有断吹的现象。啊，下面艺术，你是有客厅吗？对啊，可以出去看，进去看一下。哎，你给头妈妈惊掉啊！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什么意思？可以看得破我们断吹啊？对啊，断吹嘞。哦，这个客厅呢，其实呢是有一点暗而已的，其他还好嘛。
对啊，没有啊，暗就不行啊，暗就是暗堂上嘛，代表说你的事业的光明的前程呢，全部被阻挡住了，所以贵人呢很难出现，所以客厅的灯呢还是要把它用亮一点，代表说你的前程呢前途光明。那我们刚刚讲说它进来呢会断吹的原因呢，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有没有？对，从门口一打开就直接穿堂。穿到他的餐桌，直接到冰箱，又到他的厨房窗户。对，所以呢，这叫钱财一路空到底。哦，难怪说搬进来之后，哇，真正收入都锐减。嘿呀，你看一年呢，才做做两组工课。哎，对，这嘛是很辛苦。一组才做两工，一年365工。对哦，啊，两年啊，嘿呀，拢出来拢休困，啊，但是那个会慌嘞，会紧张啊，嘿啊，阮家拢会，啊，无工课啊，吼，面闹面臭，啊，拢买房间拢唔出，还有暗暝要困安尼，啊，客厅嘛是坐袂掉，对不？啊，客厅跟我老伙仔咧坐咧看电视，对，因为他那个被窗啊，完全也坐不住啊，对不对？其实他儿子的负担真的蛮重的，因为整个家里面呢都靠他儿子一个人，确实很了不起哦。不过呢，他这个穿堂风呢，真的穿得很彻底。我们讲说财库呢，完全都是漏掉的，对，因为他这个窗户后面呢就是他的炉灶哦，对，还有他的窗户是用雾面的，如果透明的话就更不行，更严重，对。哦，啊，恁后生是伊个生几个囝？你有几个孙？两个早孙，啊，一个大伯孙。哦，啊，恁三个也是有在打工，是不是帮忙？女的都有，没一哦，诶，出水，阮大个出5000，阮弟弟出3000，俺爸爸出1000。哦哦，真乖呢，家连孙女都一起，对不对？帮忙补贴租金。啊，村里那边拢无敢提啦，如果你家己较欠的，啊，反正家己给嘛，对对对对对，都早出出水安尼。哇，所以恁囝嘛是算讲好嘛，是一个。伊阮囝责任家己担当的啊。嗯，是啊。哇，那怎么办啊？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把这穿堂的部分？对，因为他的客厅呢，加一个屏风真的没有位置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地方有没有楼梯的前面呢？加一道门帘下来。啊？你说前面这个地方？对，加一个门帘。在楼梯的前面。对，那如果觉得太挤的话，可以再退而求其次到这个地方。这里。对，加一个门帘或屏风。门帘大概要多长？就是尽量呢，我的视觉效果不要看到冰箱就好了。哦，所以是很长哎，就是把它区隔开，就不好看了，就不会一进门就一直往里面看到。对，这是用线框去改的方法，是第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就是说，因为它的客厅的摆设是不对的。嗯。例如说，它的沙发有没有？它是背门。对。它的电视呢放到楼梯这一面嘛，所以它像背门而坐。所以如果它可以把沙发呢换到这个右边的地方，对，电视放到这一面墙，也可以帮它挡住一点。哦。所以你给他点心放在这边啊，然后那个沙发这一边，对啊，这个柜样了，哎，柜子不能移，柜子不能移，因为柜子移的话就会开门见梯。真的，你柜子还做得很好嘞，挡住那个梯刀。对呀。个其实我知啊，伊讲楼梯袂使宽，对嘛？是啊，所以才要补救一点。你刚才有几多呢？系啊，啊恁囝那知影几好，啊那唔知影讲安尼开门几日啦？哇，开门见山呢？对啊，无法度，因为饭店只有空间，无一样空啊。对啊。不过刚刚妈妈讲一个重点啊，其实餐桌放这边有没有？他有觉得他不能改嘛？不能改的话呢，其实他就是被厕所直接冲到了。厕所？这是厕所。这个是厕所。对啊。厕所冲餐桌呢，代表是一种带药运啊，就是代表说你会一直吃药死不停，然后无名的病痛啊，或者肠胃的问题呢，都会困扰着你哦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没办法改变，那你就在厕所加一个门帘。厕所要加帘子，对，这么干单呐，加门帘厕所这样。而且你老师，你刚刚一讲，我是突然赫然发现哦，他的厕所跟楼梯都在中间哎。对。楼梯厕所位区中心，家运健康备受打击。神桌位置摆放错误，家中氛围乌云笼罩。他的神明呢，居然是安在家里后段。我们讲后段呢属阴，前段属阳，所以我们一般神明一定要在前段，才代表可以交那个阳气嘛。是。如果当阳气接不到的时候呢，神明的神威没办法发挥。这样的情况下，会让你呢家里的人呢个性啊，或是人丁啊比较不安，会不和。老师，你刚刚一讲，我是突然赫然发现哦，他的厕所跟楼梯都在中间哎。对，对，客厅居中，然后楼梯也居中，正中央啊。真的哎。
是，所以呢，它这个房子的太极呢，全部被压住了，而且楼梯在中间的话，代表说它的那个意外血光的问题会更多，对，完全被克住了。所以他家门帘就我告上懂吗？很难啊，其实它这个楼梯有没有中间可以在这一面墙呢，或者在楼梯上面那个墙呢，挂一个乾坤太极图或九宫八卦，把它转掉就可以了。啊，您囝嘞，身体还好吗？还好，就是伊嘛是我有只会只疼呀疼呀酸呀疼呢。嗯，我无啊，你伤大块的关系，哎，不过都大件的啊。嗯，啊，像我你伤大块的关系啊。嗯，啊，恁来遮了有影啦，有感觉肠胃哦，有拢敢那肠较无，阮囝转来我。你这样一听就知道哦，因为我的有那样，啊，所以他的身体就是也是有一些无名病痛，酸痛啊，肠胃不好。啊，你讲伊大颗哟，伊是差不多多重啊，几公斤？将百公斤嘞。哈，本来到差不多平淡，我本来八十几公斤啦，啊，今麦无啊。嗯。啊，我囝看九十几公斤了哦，他肚子很大，你看身材不会，就是肚子很大。对。有的人哦，到一个年纪拢大爱重口啦。哎，刚大爱不大哎。对啦。啊，所以要加运动多啦。对啊。哎，多咧做工课就运动啊。要做。哎，做工课咧，一楼爬到四楼，爬到五楼，就按楼上咧。劳动跟运动是不同的。对。那个心境不一样嘛。对，那我们先除了这个 T 居中这个化解方式之外呢，侧居中也要帮他解决。侧居中的话呢，里面可以放一盆黄金葛，然后用灯去照它，或者是里面贴满镜子都可以化解。里面贴满镜子，对，而且要大面的镜子。你是整个厕所都把它用镜子照来照去哦。如果说没办法完全四面都贴的话，你就贴一面，然后大面的这样。为什么公的镜子要大面一点？像那刘妈妈的群，那你拍谁的？家己来，啊，看看你做拍谁。啊，无别人，你家己看，无别错，这样很奇怪啊，就自己看呐。哎呀，你都要躺落去，是讲哦，买那么多钱，围巾，对呀，反正那个只有自己看得到，没关系啦。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他刚刚那妈妈有讲嘛，他的神明呢，居然是按在家里的后段。对，其实我们根本就是刚刚妈妈一讲，我们才知道神明桌放在这里。是哎，因为本来我放在四楼，啊四楼我无法都爬去啊。哦。你要这样拜公妈时，我爱煮食就爱拜。对。我都爬去啊，啊厝人无搬人，我家己哪有法度？有影有影。对啊。啊，唔了，我有甲神明讲，有甲讲啊，唔了宝贝我袂记，我讲，我囝嘛讲，讲啊，我卡落安尼啊，无方便食。奇怪，安尼有甲讲，啊唔知有宝贝无？啊有讲诶，无一定宝贝啊。哎呀，你需要讲就知啊。啊有甲你应无？无啊。哦，那没塞啦，那没塞。如果说你有跟神明讲，而且你有正式的挂纱杯，神明同意你了，你才可以这样。没有嘞，要被搬来家的时候，我公妈唔会嘞。这样子哦，哎，我囝搬过来，搬搬无，伊讲啊，哎，嘿，公妈唔过来，唔过来遮大，所以公妈哎，经物件拢搬过来，哎，神明嘛拢拆落来，拢拆过来，哎，公妈就唔过来。哎，那像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？都已经全交班，可是你的祖先不答应啊。没错，其实表示说呢，这个房子的格局呢，跟他们不合。对，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太迷信，但是也不要不相信。是。所以像这样的话呢，我觉得你看，你这没有尊重无形的神明跟祖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，你还是要去解决一下会比较好。怎么样？就是要再保规，再保规。对，其实如果说你有困难，你有苦衷，你一定要跟神明很虔诚跟他说，说这个只是暂时性的，然后要恳请神明的答应。你只点香跟他讲不行哦，你要跟他保规，他答应你了可以。哎呀，我甲讲啊。啊！你无，没事啦，系啦。干妈妈，你大部时拢用讲的尔，你唔来对方有答应。对啊，现在有先斩后奏，都我想要简单啦。过来啊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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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你无在红买一间厝，啊！你对阮老爸住啊，对个多，你咪歹命啊，对不？但是神明安那爱甲尊重啊，毕竟伊是神明，伊是神呐，规矩都安尼啊啦。现在是不是妈妈就是应该就是继续的保杯，然后让神明啊，或者是那个公妈，就是可能有什么弥补的方法？好，其实呢，第一个你还是要尊重神明，宝贵跟他讲，因为毕竟是格局的问题。因为呢，我们讲后段呢属阴，前段属阳，所以我们一般神明一定要在前段才代表可以交这个阳气嘛。是。如果当阳气接不到的时候呢，神明的神威没办法发挥。是。所以呢，像这样的情况下，会让你
你呢家里的人的个性啊，或是我们讲说人丁啊比较不安，你会不合？对啊，你住了嘛，越都袂轻松，对不？所以家里的气氛会不好吗？干咩？干咩？大家时常安尼冤家，也是讲话就大声。哦，阮第二早阵拢，我拢讲我精神来欠人啦。哦，他讲拢做歹，陈总啊，够歹命啦，阿仔。啊，比方说是安怎食饭，阿袂煮好，伊就无想，唔知啦，无欢喜，是讲话很大声，看，哎呀，啊无大无声呢，哎呀，阿妈好讲话，阿妈都对，阿妈秀，阿妈很秀，都要，你就听阿孙。啊，阮大安早孙就袂，阮大安早孙，就个性的问题啦，哦。啊、所以你会教他们吗？你会说每次应该跟阿妈讲话啊，阿妈会伤心。啊，讲到吼，伊若养生就养生啊，袂养生伊，认为应当的，我倒啊，我学学，啊我欠我喜欢，我欠伊债啊，啊都好啊。哎，妈妈想开了，妈妈都是这样，就是欠伊债，我精神无修了无好啊，上辈子的欠他的啦，就是讲那不行哎。袂使啊，虽然讲阿妈讲吼，这会是小欠债，但是就是爱互相啊，宽容啊，体谅啊，比如做结婚啊吼，做亲人嘛是赶快。啊，同学，我当下我们呢都会这样，就是。那么小不懂这个理由啊？对朋友哦，可能就会很有耐心，可是对自己的家人哦，都直来直往啦，对吧？啊，就是休妻啦。那你们两个人要怎样？然后该应该去啊？啊，就免去，啊，就想我亏啊，想我亏就对。哎，啊，我欠面的政策欠面就好。好啊，这也是一个台阶下，也是一个转念呐。对啊，对啊，其实。你无想我亏，你甲骂我，甲你大声，啊我就不过性，等下愈变愈尴尬啊，吼啊，对哇，这阿妈才辛苦。其实呢，我们到处除了神明的问题呢，一定要解决之外呢，其实他们家有个问题就是厨房。厨房，他们家厨房呢其实没有后阳台，他们家是后阳台盖成厨房。那我们啊，后阳台盖成厨房，对，所以他的厨房是在后阳台上，对不对？聊天，安尼是安那安尼，阿仔，阿哥，哎呀，我忍住啊，阿丽。所以照理说，原本这里应该是厨房的位置，对，然后这边是后阳台，应该是照吧？哦，推外皮啊，所以啊，对了，你改外推啦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对呀，啊，你变成厨房在后阳台，哇就很明显后阳台，因为你跟隔壁已经后洞已经连在一起了。对啊，他们后面就是整个增建又加盖。是啊，对啊。啊，所以是大一排都这样吗？你那些防火巷？系啊，拢大家拢爱来，那些平地拢安尼。哦，拢安尼啊，那大家都是。啊，他们这边的格局也都一样啊。哦。所以他们变成说呢，他们家的厨房呢跟后阳台是融在一起的，而且没有后门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说这房子的晦气呢也排不出去，所以家里面的人呢火气会特别大，尤其后代子孙。对呀，所以每一个孙啊，孙啊，他高位他多。我可是住喺边边啊，奶奶，我孙，我年年当孙辈啊。啊，你这样真是多阿杂啊！哎呀，鬼怕火，轰轰叫无吼，你人要哪会轻松，公位要哪会好听？等于是在后代子孙的舞台上放火嘛，是所以的子子孙孙他们的。心态很不好。哎呦。哦，但有水汤老师来的应该哦，你们是都要讲有法就有解嘛，是。所以呢，这个灶上面呢，你可以放一对铜麒麟，麒麟呢代表送子嘛，代表子孙呢会听话。然后因为没有后阳台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墙壁上呢贴一幅十相自在图。十相自在呢代表十种的圆满，所以呢你可以让你的后代子孙呢有一个舞台。其实我身后这面窗户呢，除了灶后背窗呢容易犯小人之外呢，是它的窗呢又比这个门高大。哦，对。哦，是，哎，真的耶，它的窗户你看，对，已经比厨房还要高。你讲那个比赛比一个管的掉，啊，比赛比赛比房它管，你看它管的安怎哈？眼高手低。对，有时候你可能看得到，知道问题，可是呢，你改不了。对，所以他的物件看得到，吃袂到的艺术啊，对，或是有点好高骛远，就是想要做很大，可是又没有办法从小开始做，对，就很可惜。所以这个怎么改呢？就是上面这一个窗有没有？你可以要么就封起来，要不然就用个帘子把它盖起来，让这个气焰呢不要这么高。像你两个查某孙拢有伫外口咧趁钱嘛吼，啊查甫孙都无吼。这都是你怎么回事？哦，较小啊，才念书。国中刚今年毕业啊，国中毕业还要念书啊。啊，伊不练啊，啊不练啊，就做宅男啊，弄成电脑啊。哈？哈？做宅男哦。你怎么会？啊，不念，继续念书，哎，做宅男。啊，我带伊老爸讲，明年较大汉哦，要出来先去兵。哦，给他说学技术，学伊的工作安尼，啊，较袂变歹安尼啦。对，阿婆伊连弄连房间弄不出来，嗯，拜拜。那因为他灶后，因为这个打开门窗是有灶。啊！
好快。他刚不是脚很痛吗？对，突然间健步如飞，突然飞进厨房。他解救一下。因为是讲面罩去看，那人家看了怎样？像在煮饭的时候，对，灶后不是就有窗吗？就有点犯小人嘛，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才用铜麒麟呢来统一化解就可以了。其实呢，我觉得厨房也是一个问题，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神桌啦。人家讲啊，神明刷牙，我啦。拜拜用较简单的，不用行李，卖用煮菜饭啊。嗯，拜公妈，你懂吗？对对，较简单的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要去，有时候我们不要去挑战无形的啦。先斩后奏，惹怒神明，家运衰败如何是好？就是租格局煞气，教你如何简单化煞。有没有发现厕所的玄机吗？这两个门呐，厕所对房间的回风闸呢，对，代表人丁不安，而且呢会比较容易生病。所以这个呢部分的话，我会建议就是说把这个门呢把它封起来。如果你的房子是租的，不能封的话，我们在房间的这一面墙呢直接用。面刷牙，我啦拜拜用较简单的，不用行李，卖用煮菜饭啊，拜公妈，你知道吗？对对，较简单的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要去，有时候我们不要去挑战无形的啦。哦，其实有时候你一尊重、尊敬的话就可以了。直接啊，摆个没在摆。说不定你弄上去，有时候你脚不方便，或许呢，它的姻缘会让你的脚变得方便，可以上去拜。清明刷楼电梯，啊，我来租住摆在家，来在啊，亲爱的来家，你来家也晒不？哦，就是他组合放在那边，然后说清明啊，留在家哦，公妈，公妈，公妈来哦，来这边，电在家。啊，你干嘛？没有，把点香放在这里，这样。其实呢，我这个点香也，我在电脑。其实这都不正确的。如果你有摆这样的一个神龛，其实你就是要照他这个准则，你就是要在他面前。对，也是不能这样。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去摆，你卖猪菜饭，好用行李去摆，拜拜再关来。也可以啦。对啊，其实呢，自己方便法门不是自己创造的啦，对，而是你的心啊，各方面啊，你都要有这个诚心呐。所以老师现在这个位置是真的很不好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因为你看他要先经过这个厕所，然后又离厨房这么近，所以呢，这个整个很压迫，格局也不够。有啦，我心门哦，妈这里掉。那要不然我们等一下看一看有什么地方可以适合放的神明桌，再给妈妈建议。好哦，那最重要是家里的支柱的支持，儿子啊，也帮紧一点来看麦。也健康，也财路，拢来帮伊照顾。叔叔看看有够厉害啊，较调的未痛的。对啊，然后顶吼，啊你背起你敢背？可以吗？你豆豆背，豆豆背。啊，我们工作人员可以背你呢。咩？你又去演呢？小鲜肉呢？我唔背，我唔背。麻烦你给他包。好，陪妈妈上去。好啦，行，我来起来哦。好。家中的格局规划要注意，若是楼梯或厕所位于格局的中心，容易影响家运及健康，最好是在正对楼梯的墙壁挂上乾坤太极图，而厕所的煞气则是挂上大面镜子做化解，且灶后有窗，同时窗户高于厨房门，不只容易有小人缠身外，做事情也容易眼高手低，最好把窗户封住来化解哦。一上来就是本色哈，对啊，啊这个马桶感觉好像就是朝门哈，对着这个门哈，这样会不好吗？其实就是晦气会加重，意思啦，对，会让这个健康或整个家里的那种情绪啊都会影响。是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一样，也是只能加门帘。所以啊，不用就给它关起来，一直关起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不行啊，因为其实它不止关这个，它要关另外一面。啊，另外一面什么意思？有没有发现他厕所的玄机吗？他有两个门呐，对啊，对啊，几个呀？还有，差点，好，哎，佩珍，佩珍，佩珍，小姐，错了，你来对进来门对啊，他对进来门出来，哎，我好久没看到这种回风煞了耶。你开心什么？回风煞你还开心？回风煞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团团转嘛，而且我们知道，如果是大门回风煞的话，代表说你会形成是一个无头苍蝇，事业上呢会一直原地打转。但是如果是厕所对房间的回风煞呢，对，代表人丁不安，而且呢会比较容易生病。人丁不安哦，对，大家不想待在家里还是怎么样？这也会啊，或者是说你的健康的问题啊，还有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呢家里本身氛围也不好。
好，所以这个呢部分的话，我会建议就是说把这个门呢把它封起来。那如果你的房子是租的，不能封的话，我们在房间的这一面墙呢，直接用衣柜把它挡住。哦，那不要从这个门出入就对了，在那边进出就对了。对，那这样晦气呢就可以把它阻隔起来。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回风啊，对啊，大家就聚不起，就是不聚不起来嘛，影响那个气氛啊，气氛之间的协和度，大家看到都不会笑嘻嘻，没有说阿妈好，阿妈早安，阿妈你叫爸呗，阿妈你请儿去上嘛，阿妈来散步，很多公交要去站。相亲我都唔捌咧讲话，啊，好重要代志我未讲。啊，你安尼门拍开，小对看，拢唔爱讲话哦。阮叫，而且打叫妈，安怎安尼？我若爬无爬起来，妈你是艰苦，我若我拢无六点就困啦。伊来甲我问，妈你是艰苦啦，还是安怎？那无起床，做面会就烦恼来咯。你紧甲叫，紧甲问。因囝吼足友好，是脾气较无好，对不？错好人啊，也无足友好。反正我觉得他压力很大，真的压力很大，养全家。因为其实回风煞嘛，然后其实他房间外面刚好又有一个壁刀，因为房子正在盖嘛，所以壁刀整个这样切到这个前阳台，所以我觉得他对外的压力跟对内的压力都很大。其实我觉得儿子很辛苦。好，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解决。回风煞就是把那个门封起来，对，会用柜子把挡下来。好，然后门对门的部分，我们这边加门帘。那我觉得，因为它对面是那个孙子的房间，所以孙子那边呢加个门帘会更好。为什么？最好是晚辈加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爸爸这个。你叫我睏的咧，我讲你大伯孙睏的。哦，那你就用家啦。哦，这一间装的。我讲你大伯孙睏的。哦。那就方便。所以，你用恁家这边房间加门帘就 OK 了。是。哎呀，所以咱这种吼有这种煞气吼，咱就上简单的火化盖化盖。好，那我们进来看一下哦，哈。所以这个就是儿子跟媳妇的房间嘛。嗯。跟那女朋友啦，哦，女朋友，妈妈整理得真清气啦，哦，我叫做好拼的，有影哦，爱清气上，真好，伊做个清气上，伊那衫后壁拼的面，啊，我有困楼卡碰伊，我有困。困的咩？啊，无人咧困大客厅啊！哎呀，伊爸有困啊，我若困了后拢甲骂。袂使，讲袂使困的人是死人，才来困大厅咧。真滴咯！讲话好直接。可是也对啦，那客厅真的不适合在睡觉。以前就是人家都放在客厅，然后要送出去的，所以第一袂使困。我困客厅，袂使。做卡条在搬，伊都搬在大咱客厅困。阿公讲，妈你唔去楼顶，我爬袂起，我会袂动。阿一工爬足济砖，艰苦啊。是。国宝将在我大里啊。我整天一走进来，我就突然觉得闷闷的，你知道吗？想说，哎，门怎么都关起来了？对。结果一往那边看，天哪，两个门。没错，一面墙两个门叫库字门。对啊。就刚才你就是从那个门，对，就是两个门在撞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就一进来，你看两个库字门在那，对，而且库字门呢又加上回风煞呢，代表口舌是非会比较多一点。是家里的人在口舌是非吗？家里的人还有对外的人都会，你看，尤其不得安宁，那就很糟糕，很辛苦。对啊，我们讲家和万事兴嘛，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互相合作的话，那当然这个家呢就会更好。对，但是这库字门怎么办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先把它拆掉。因为是租的房子，对啊，所以我们才说这个地方呢，回风煞挡一个柜子就可以把形修掉了。那我需要把这个门的形状遮住吗？一定要。但是如果你只用这个右边这一个啊，那不行，不够高。而且梳妆台不能可以挡厕所门，好，因为梳妆台是财库，而且它的梳妆台有镜子，如果挡到那边的话，镜子会照前阳台的门，这样也不行。对，反而会视人不清，所以不能乱挡。也不是我们想的这样哎，没有，所以还是要买高一点的。对，衣柜挡最好。这间主问题就对了哈。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。我跟你讲，哎呀，没有完美的啦。无一种那个人水嘛，无十种，不是咱家己的厝一定拢有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是说有没有摆设啊？你看衣柜放过去就好了。对啊。那我要紧，先刷一下就会使啊。对啊。那我们帮你看一下，因为难得这个一个主卧房有阳台耶。对啊。这多么难得，这嘛有机会来收宅啊。阳台都看买哦。金花吗？金花，你看哦。真是的呢，这么大，当你家烤肉呢。但是我感觉哦，外口哦，虽然讲呢，有红内裤挡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嘛看有哦。对啊，有煞气。有煞气。对啊。
而且这一个煞气还蛮大的，很大，真的。而且呢，就是一把刀啦，吼，壁刀，而且壁刀，对啦，哎，就在搁在 key 处嘛，就围在那里，所以很明显呐，还没有弄好。而且它这个壁刀已经形成之外呢，他们现在在动工嘛，所以呢会让这个刀呢更是利干净，而且会更效果会更可怕。如来啦，对，对面在盖房子，其实会影响到他们生活运气也会强，对，而且他们对面又是个凹峰煞，所以呢一楼二楼都面对这凹峰煞。所以呢，都要挂天马旗一起化解。所以他楼下也要挂，楼上也要挂。也要挂。对。那如果楼如果楼下不想挂的话，最起码楼上一定要挂。啊，对嘛，怎么挂到？挂挂阳台啦，阳台，阳台，阳台啊。把个来这样来的，我靠，我靠，把个我靠。是，您家的这头水也应该是被管不要紧啦，哈。没啦。加内行的天马旗挂一下，啊，挡一下外面的煞气，然后增加自己的运势，这样子。哦，简单的啦，简单的做法啦。天马旗加挂起来，啊，老卡嘛挂起来。对，阿雷。啊，讲到老卡哈，我要补充一点啦。是。就是刚妈妈说啊，因为她爬楼梯啊，脚很不方便。是。如果真的把神桌呢移到楼上的话，当然移到楼上是最好的。是。可是如果真的不行，哦，那我建议你把神桌移到客厅。然后客厅的沙发呢，可以拿一两张哈，拿到那个像这个神桌的位置。哦。等于说你象征性还是有摆一个那个沙发在那边。然后又有神明厅，所以神桌是要向哪里？向外嘛。如果因为它向外的话呢，它背后可能就会有壁刀，那个提刀有没有？所以不行。所以呢，它现在神桌呢是放厨房那边嘛，所以呢你跟厨房是同一面就可以了。哦，我在就是一堆沙浪遮啦，可以啦。哦，放那里位置是更适合，就对。哦，了解。那你怎么样？那被关被给你关一点，你还是可以在一楼啊。所以你的房间那边啊，这个是儿子的啊，再来楼上嘞。楼上大孙女的，大孙女的，阿妹改看一下，因为伊是妈妈开始做康葵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做康葵的，哎，我看她的财运好不好？呀，好不好？孙女赚钱贴补家用，重整化煞提升事业。大孙女的，大孙女的，阿妹改看一下，因为伊是妈妈开始做康葵嘛，对不对？那做康葵的，哎，我看他的财运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哦，财运起，伊较认真呢，赞哦哈，阿妈这样子而乐就好，开心。家中马桶不止朝屋前会有问题，若朝厕所门也容易影响健康，最好挂门帘做化解。而且厕所有两扇门，形成了回风煞，对健康影响更是严重。最好是将其中一扇封住化解哦。所以这个是大孙女的房间的胖胖哈。哦，进来干嘛？哇，这有在变啊，有在吃。对对对。他没有抽烟呐。哎呀，爱一起做什么？饮料，做饮料店啊。卖饮料。哦。啊，做料干嘛喝？还好啊。嗯。Hello。对。你要业绩的啊。做生意啊，呢，是吗？稳定稳定啊啦，稳定哦。啊，这看这个房间哈，就知道其实大孙女应该是就是很爱干净，嗯哦，然后可是这个床这样放，我只是觉得就是他们这个床，你不觉得很重复吗？就一上来三楼啊，其实跟二楼格局是一模一样的，一样的门对门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一样有回风煞，对对，厕所一样是同格局都赶快，所以呢。哥，对面是上大，对面就刚刚那个我二孙女，二孙女哈，大孙女、二孙女，安尼门对门，因为会冤家呗。那哥冤一摆两摆袂记。这种情况之下，还是要装门帘吗？还是要啊，对，要互相都会让。OK。但其实格局都一样，一样的煞气。不过呢，我们现在坐到这个位置呢，也是一个蛮厉害的地方。它有一个好像垫很高，高像合适又不像合适。对对对，像合适这样，然后床垫放上面。我在想，这个以前的这个，就是他的房东可能以前就是把它当合适。嗯。哦，中坡，中坡家啦。哦，中坡啊，妈妈最爱中坡。我们爱喷这呢。对。不过呢，这一个来讲，中坡然后垫太高的话呢，会造成呢他这个孙女呢比较自我而且有时候火气会比较大一点。你大汉早孙会伊迄啰较面相较无好，会吗？哎，我那个较无笑容啊。嗯，我想。不过，啊，以前，不过较早
较少会联络，较无笑容，起码出社会有较袂啊，较有笑容。算我较有笑容超顶。所以出社会之后磨练，对啊，所以有差哦。阿爸他小时候是怎样？脾气比较任性，是不是？就不是比较拗。哎，那比较拗啊。较无笑容啊！我面则无笑容啊，生阮囝嘛无笑容，生阮孙嘛无笑容，啊，干阮即个上有笑容。阿妈，阿你变改变哦，没啦。你一改变了，恁囝就改变，恁囝若改变，恁大汉三岁。哎，我较早拄咧暑假，因为我较早有咧收呢吼。啊，暑假哦，较会遐看到我来讲，你暑假你紧来，你紧来，紧好啊，收恁囝就来啊。我看到恁囝灵。哦。我讲囝伊敢毋是讲，我较早。本来是讲啊，有无？你刚刚讲有讲，对啊。我会新兵的话呢。哦，所以你们有。他说我今日开啊，我说啊，我不好啊，收新兵，你给他处罚了。那个有时候机缘到了，自然就会碰到，你就会有自由，反正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对对对。像熊丢啊，是说哦，那大孙女哈，现在很年轻，对不对？才21岁，事业能不能做得很好、很稳定？然后呢，可以多一点笑容哈，大家。开开心心的结善缘这样子，给足笑死的。那即马就问康老师，看嘛讲这安尼眠床，安尼困，困熊刚好。哦，其实他睡相没有问题啦，只是说这个床若是说的话就比较没有办法。对对，那如果要怎么改进的话呢？就是我们可以在他这个床的四周呢，对，可以放上黑曜石。哦，是四周放黑角落吗？对，黑曜石，黑曜石就是带有除晦气的意思。对，然后降低他的那个气焰。哦。将就可以，黑曜石来啃嘞，哈，一个它可以更好，对，几个头放几两，哎，四个都放，是哦，这样哈，嘻嘻，对啦，其实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两边欢乐叫你贼啊，对不对？自己把自己的健康管理好，这较重要，对，你身体还够好哈。啊，迄个爱健康，啊平安，啊事事都袂都袂烦恼。你的健康是全家人的财富。对。你都爱安尼想，所以阿妈呢？哎呀，好，而且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你宝贝呢？你神奇宝贝。你把笑脸，我咧当作老宝贝啊，看唔起什么？哎，你神奇宝贝，电视天天看啊，别啦，那要给咱吃哦，啊，别给咱挂作用吼，所以拢免想啊。其实无安尼啦，就好。啊，别给你应出应出就有啊。哦，哇，你讲的真正侪点呢。其实是啊，唔免讲趁钱啊，挂在里面。对啊，现在的长辈都不太要求了哈，就觉得说我自己要顾好就好。对。小孩子其实说真的，孝顺孝顺，大家讲起来很简单，是，其实顺是最难的。对。对，要顺着妈妈，对，顺着长辈，那是最难的。要顺着妈妈的心，妈妈的意，吼，是真的有一点难。但是不要紧啦，我感觉做事情吼，大家拢爱尽量去配合家己的时段啦，吼。对啊。父母的恩德真的不能忘。对，所以你看，孝顺两个字都是很有意义的。是。要先有孝，运气才会顺。哎。所以你最近在你去讲听有啦，对较少话听到有。没啦。后摆伊吹话靠慢慢啊无。哈哈哈。无时间，无见拢。真的耶！当那个自己当爸爸妈妈之后，就比较会想了。所以你给他们机会没有关系，给他们时间。那你也是常常自己要阿妈的那个给谁哈，阿妈的样子嘛，是做一个好榜样。小孩都会学你的，心态够好，爱情伤爱快乐，然后快乐啦，要珍惜你这对你的现在含饴弄孙的日子啊。是啊。哦，每天往好的方面去想。这样子就 OK 了，健康平安，对，最重要。哎，我健健康康，卖我们家欢乐就好啊。对对对对对。你家叔叫我搁破病嘞，你讲你若破病也是跋倒啊，我无法多照顾你啊，看变哪就好。哎呀，真的哇，有这样的一个儿子，真的就很贴心，讲大心。我们家大家。街啊，人家出边啊，当工人家做友好。街头巷尾都知道他是个好儿子，对不对？这样的 gay 蛋啊，我都该打击哦。所以大家好好珍惜的妈妈，对不对？祝你一切很顺心，然后很快乐，身体健康，然后你的脚早日康复，好不好？家庭大大小小拢平安哦。你的口香糖薄，再够够有味哦。有啊，你又无够提一只呢？无啊，无啊，我只薄口香糖薄120分，因为我只改变两改几啊个几半年啊，所以伊就食口香糖，要变成食足大个呢。哦，啊，你口香糖。因为较早我只，因为你三间我只开变成大开，四五间呢，拉面店呢，所以拉面。
的店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槟榔西施的鼻祖呢。你有包过槟榔啊、喔？我国中的时候就是半工半读，我就在包槟榔了、欸。哇！嘿呀、啊，我拢去了扎七卖，去了槟榔嘞。哇！所以辣妹槟榔是你是始祖。哎、欸，我是讲，我今即摆做这工袂够好食啊，还是讲做生意？我妈妈跳出舞哦。哇！你身边别不想听你辣妹做槟榔的事。碍于本业啦。所以做本业最好。啊，做行李，做善。我这个开自助餐，一个月做跳跳，对。做不一个月做也收单。所以他适合做他现在的行业。你做啥样嘞？一辈子袂下，无下迄落迄落行业啦。伊讲我啊，这什么开卡拉 OK， 无一个月嘛，搁倒去啊。做两三行收你拢无，伊讲我。就做我以后绝对不会做生意。对，可能有些人适合做。我是擅长他头家吼，懵懵啊做就好啊。对啊。就讲工课啊，细行啊，懵手懵做安尼吼。啊。来教文较要紧。对。嗯。没错。教文较要紧，对吧？教文。不管探子就会就是均匀哦，哎就。比较重要啊、oh, ，对啊，好，妈做个别要休息，我个别做做菜，就这么人家这情形。妈妈吼，真正爱吼，好好喊你，最后抬杠，什么话题都能聊啦，哦，真的很开心，是啊，今天跟妈妈聊得很开心，是啊，所以你讲话难讲哦，真是的，真是的，你不，你就好抬杠哎，你都没有话题的啦，嘿呀，你的话题都能聊，对啦，我拢知啊。善良，你就是人就行。没啦没啦，大家久了就自久见，知道你没心机。没有，你出去你来拢会当玩停车的，表示你人好。